主料：青椒400克，番茄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生抽、冰糖3块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原料：青椒撕成片，洋葱切粒，番茄切碎，热油裹爆香洋葱粒，放入番茄炒匀，放3块冰糖让它慢慢融化，完全融化后放入青椒，放适量盐，少许生抽，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用冰糖比白糖更可增添菜品的光泽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